想入门电绘却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软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，想要跟我学习写实人像风格，非常推荐你 Corel Painter。Corel Painter 是一套自由度非常高的电脑软体，你可以模拟写实笔刷效果与力道、轻重，跟选择不同的材质画布，能提高表现自然美材的质感。大家好，我是梁月，是 Corel Painter 讲师。我用 Corel Painter 创作已经超过15年。除了创作之外，我也曾在大专院校以企业担任讲师。而这次只要你与我参与 Yuta 合作的线上课程，不只可以获得我自制的 Corel Painter 铅笔组，还有机会获得 Painter 软体跟我的周边作品。而这堂课我会从 Corel Painter 的基本界面、笔刷、材质开始教，等确信大家操作上都没有问题，才会进入到绘画教学。写实人像要注意的细节非常非常多，而脸部的细节最多，也因此最困难。我会从外形的细节开始讲解，接着进入到五官的描绘。人的神韵其实就是从五官的动作排列组合而来的，眼睛睁开闭上，呼吸讲话，其实都可以造就五官的变形而达成。只要你能掌控以上技巧，就可以自行运用画出皮肤发丝细节精彩的脸部表情。而再来，我就会教大家不同的角度的画法，因为人体是立体的，所以不同角度的练习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也会教大家发型设计，包括发饰跟皮肤的光泽处理。最后我会带大家做一个完全的实作，走构图草稿、脸部的整体细节的调整、加强与整理布料。当中我会教大家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，并且修正，甚至到背景的重整。最后我会教你们如何进行如何打光跟完稿，希望这堂课程能帮助你们画出细节生动的写实人像作品。